哎呀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听说淘菜在向我发起了明天食神挑战，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过年了，挑战一个小时做一桌年夜饭，看谁才是民间食神。接呀，这肯定得接呀！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人家比赛都是大人物，妈怎么别的？哎你！哎呀，我接受挑战，我接受挑战。准备开始。哎，买菜时间不算。淘菜在做菜还挺快啊，年夜饭嘛，肯定要有虾有肉有蛋有水果，可乐待会儿做菜用的啊。啊，可以开始了，就一个小时，考验统筹的时候到了，给牛肉焯水接水的时间，切个姜片扔进去开火，再洗个蘑菇。年夜饭的第一道大菜，灵感来自惠灵顿牛排，今天就用牛腿肉，我来做个改良版。焯水后先用高压锅给它压熟，快速炒个蘑菇碎，我觉得口蘑的口感比小棕菇好多了，灵魂还是因为加了坚果碎和蒜末，酥皮肯定不好买，这能难倒我吗？过节肯定得有虾呀，消冻的同时泡个粉丝，先剪掉虾的角角，开背啊用剪刀最快了，剪对开去冲洗一下，再快速切个葱末，挑个万能海鲜料汁儿，调料的用量我已经得心应手了，泡好的粉丝铺盘底，团圆嘛就是要围成个圆形，浇上料汁儿，上蒸锅还是蒸箱吧，消冻的蛋挞皮揉一起，擀成片裁掉边，拉网刀我也有，五秒就是个网了，冰箱里啊找了根牛骨，得把牛肉修一下堆到骨头上，铺一层蘑菇碎，盖一张酥皮，再盖一张网皮，收收边，刷层蛋黄液，扔烤箱，因为肉熟了，所以15分钟就好了。这个时间赶紧煮个蛋。那这个时候可乐要派上用场，鸡蛋煎成火皮纹，蒜末生抽调个味儿，可乐浇个半瓶，再来一勺糖，大火收个汁儿，出锅点缀一下，可乐虎皮蛋上桌，虾也蒸好了，撒个葱花，浇圈热油，哇，热气腾腾，上桌。友情提示：五、四。好了，完事儿了，看我自创的惠灵顿牛腿，哇塞不哇塞，年夜饭食材不知道怎么选，点击我下方链接进淘菜菜，肉禽蛋果实日用，应有尽有，质量好还便宜，哎，买年货就上淘菜菜，而且点击下方话题，整个应菜过大年，预约1月9号晚8点老铁上菜碗直播晚会，不光有大咖明星，还有机会抽到苹果手机、华为平板电脑、金饭碗等大奖呢，快预约起来吧，吃饭啦。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呢？该不会是你俩想吃大餐套我吧？那我们吃的时候不正好给你加餐吧？对呀、啊，你们等着享受海南成功的喜悦吧。有道理啊，那你挑战连续一个月刷碗，还有你挑战每天3000个跳绳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完了。宝宝们，你们看我这几道菜做的怎么样？我这算不算已经超额完成挑战了？那个盲人老宋。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做个广式煲仔饭，够简单吧？接下来看你的啦。这个是我买的第四只乌鸦，今天我又要对它下手了。上次炭火烤的那烤鸭不是不完美吗？然后有人给我递了个纸条，禽油，我感觉这是如获至宝，瞬间觉得我又行了。你这是啥造型啊？我这些办法特别困难度。前面烟塞、缝、吹、烫，晾的步骤不变，凡是晾到皮肤紧致，油温150度开始浇油，也就浇个7-8次，看着皮，看开始有变化了。所以再加把劲儿，这次我感觉有戏，大概也就10来分钟。快看快看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枣红色吗？再浇一下脖子，红色中的饭店不是很常见吗？那因为这是在我的厨艺人生里第一次出现。哇，你看这麻面可以吃了吗？想吃啊？那你夸我呀。哎，那我好像也不太饿。哇，你听着声音。哇啊，那我就自己吃了。哎，老妈，你就是烤鸭之神。任你识相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炫一片大的。哎，怎么没熟？咦，啥也不是。完了 ，BBQ 了。我妈这是被逼疯了。哎，此时我正在思索，要是把鸭子蒸熟再叫，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？嗯，瘦了呀，皮肤颜色也不均匀了，也不饱满了。呸，蒸完晾干，油脂都没了，还烤个灰呀？有人敲门，搁在这儿吧。放在这儿。对。哈哈，我买的烤鸭炉到了。我天，他怎么来了？说好拍到我给儿子拍的节目的节目中。哎，赶紧给我删了！你给我删了，快点！不，上次就是你跑了，这次你想删可以，那得表示表示的。你有什么可豪？说吧，想吃什么？这起码是大肘子吧，两个起的。Later。这人呢？我在他家，他不至于跑了吧？哎呀，不会跑的，我得买食材啊。
你看好了啊，两个大肘子，一个脆皮，一个卤，我够意思了吧？腿毛还给你烧一下，冲洗干净啊，两个一起焯个水先。肘子太大了，只能用我这口刷不出来的锅了。这卤的得先炒个糖色。我跟你说啊，肘子一人一个卤法，我这配方可是简单和美味并存的。吹牛不上税是吧？哎，我说你还想不想吃了？哎，我想吃，就是两个有点少。这一个能吃完我都服你。现在搞脆皮的，把这些卤料煮出颜色，再把这肘子炖煮一个小时，捞出来给它们全身充满洞洞，这个可是爆皮的关键，然后扔到空气炸锅。这等待的时间我还能给你们再搞几个菜，还有我拿手的顺手柠檬虾。这有点素啊，姐。这还素？哎呀，卤的跟脆皮差不多同时好了。哇哦，看看这成色，就说吧，我卤这个不是盖的，最后再浇个汁儿，就可以准备开饭啦。对吗？你说什么了？好香啊！来，正好吃饭了，我再看看脆皮肘子。哇塞，这个更绝！之前烤箱都没烤出这均匀的脆皮，简直太成功了。哎，等等啊，我得先改个刀。哇塞，听着声音太治愈了。好了好了，吃饭。想跟我抢吃的，这下可危险！哎，怎么样，全吃了吧？不嫌弃，自家人嫌弃。哎呀，别店里了，我咬过了，你还跟我抢？这根本这么想快。妈呀！这个明明该是我的。姐，你们暂时不搬家吧？不搬了。那行吧，今天这顿饭就是欢迎你的新邻居的第一天，欢迎你的新邻居的第一天。看看，同样是十几岁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已经是冬奥冠军了。有呀，我肯定比他们强。你倒是说，你那点比人家强？有本事你做只烤鸭试试。这是奥运冠军都喜欢吃烤鸭呀，一整只烤鸭都没创意。我记得小当家做了一种烤鸭反卷的吃法，我早就想试试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做即食包饭呀？你看好了，我这是烤鸭的流程：冰箱里的饺子皮儿轻松就能变成鸭饼，大概五六张一打，擀薄蒸熟，腌好的鸭翅开水里烫一下，皮肤收紧才能烤脆，晾干。我为了省时间，我想了个好办法，关键是有两个心甘情愿的帮手。虽然鸭翅小，但脆皮水咱也不能少，就是烤鸭这套仪式感了。反卷的方式嘛，全靠雾，酱料饼皮卷起来，反被卷到鸭翅里，再用牙签固定收口，一个反卷鸭翅就成了。然后再刷脆皮水，这鸭皮紧绷的状态刚好。现在再刷个花生油，开始烘烤。小当家里面的烤鸭把鸭翅反着卷，这有你的，里面有这个位置肯定是山楂，然后还有葱、黄瓜条、酱汁。看，我就说我这项肯定比他们强吧。妈，你知道两种世界美味都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第一种当然是你做的美食啦。啊，那第二种呢？第二种当然是啥呀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个干嘛说话说半截呢？哎，姐，你跟我来吧。哎，别慌，就是这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走啊！到底是什么呢？带去赶紧说呀！哎呀，等我试完再告诉你。现在上。正好我也饿了，待会儿吃完说啊。这个是芝芝嫩牛堡，哇，双层的足量肉饼，哇，你还点了个芝芝厚牛堡，这超厚的肉饼足足有120克整块牛肉饼，看着就香啊呀，真够速度，你小子挺会点啊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我给你喝口果汁。那我就喝这杯淡奶盖的，味道不错，回去复刻。正好我最近在琢磨做什么口味的青团呢，你就点了这两种口味。这个是榴莲芝士爆浆金团，哇，好多榴莲。这个是咸蛋黄肉酥青团，最经典的口味。第二种是谁呀？来，告诉我。我也忘了。哎呀，这不怎么？哎呀，赵老师啊，啊，您要给王花清转达一下是吧？啊，我会跟他说的，放心吧。哎，妈，赵老师什么？哎呀，赵老师说让我跟你说。啥呀？不说了。哎呀，说呀，你倒是。说呀、他让我跟你说啥呀。哎呀，说呀，说啊，哎呀，说呀，你倒是。